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做 KIKO 的 Kiko， 然后我身高是153，体重44，平常穿 S 号，当标准的五身，所以你们是娇小女生啊，五身啊，那比例不好的女生都可以参考我的穿搭，然后你也想学多种风格，也都可以参考我，然后小帮手一定要帮我上我的 IG， 我的 IG 的话前面就是有很多今天直播的新款抢先看，没错，现实动态，所以你们可以抢先看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啊，也都可以私讯我，款式上面许愿啊什么之类的，或不是款式也都可以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的 partner 就是我们的 Anna。Hello， 我是安娜，身高158，体重目前呢，因为变胖了。前阵子才变瘦。我跟你说，我要变性，然后我变胖了，所以我应该是胖奶。哦，有可能哦，好好哦，有可能是胖奶又胖屁股。体重目前呢，应该是64了。对，最近可能会变瘦，因为我那个来了，可能会变瘦，好不好？然后你们都可以跟我点菜，都是没有问题。后面的啊，小美啊，还有我 IG 现实动态都可以打上来，都是可以跟我点菜。我就先优先介绍吧。对，今天有很多厉害的款式，还有包括我身上的暴乳内衣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他今天哦，你这样子还可以吗？我们开门见山就这样露出来了。来，他是做短版，然后在肚脐上，然后这边他是做合身，但他不贴身，肚子这里都是有空间，而且是显大奶的一件 T 恤。然后他全部前面就是做这种满版的那种爱心，然后后面是做这种素面的灰色的。一个颜色，手臂弹性空间感一样足够，它是做比较深 U 一点点的，但是它不会露那个露点点，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灰色的颜色，来，那我们换一个白色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来，穿个白的颜色，来穿一个白色来给你们看。这一件的话呢，也是我们的手术标系列。我们的手术标系列的哦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这一件啊 S 号到 2X 都可以穿。对，这个颜色叫白色，我换一个卡色的颜色给你们看。好，换一个卡色给你们看。我跟你讲，188真的不用再考虑了，好不好？你在外面也不会买到这种布料，188块钱的。我要换一个黑色的颜色来给你们看。好，我跟你说，卡其跟黑色都非常少哦。对，卡其已经完售了，应该有宝宝没有喊到的，好不好？对。连那个抽绳的地方都是给你做华服格，超贴心。对，他那个抽绳就给你棉线哦，没有，是哦，不是那种随便的材质，真的不是，它非常柔软。对，2191也是手术标系列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你喊得到了一件华服格的抽绳造型短版上衣，就是299块钱，299就给你了，好不好？换个颜色，没问题。我身上颜色叫深灰哦，很好看，铁灰的颜色，这件穿起来真的无敌凉的哦，而且它是做方领的，你如果跟我一样是那个蛋饼脸的，我号称我自己叫做蛋饼脸，不好意思哦。来，这颜色叫杏色，我换一个浅灰的颜色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换一个浅灰来给你们看哦。我跟你说，这种百搭衣啊，基本上就算你是去外面的 UX 系列的这样简单的东西，它一定是卖过超过399。哎，然后我来换一个颜色，换一个这个颜色穿过吗？哎，没有，没有咖啡的咖，咖啡的颜色，杏色没有喊到的，你可以喊咖啡色，因为一样是帮你做这种大地色系的哦，穿起来真的超级无敌好看。你有任何杏色啊，或者是浅色裤子搭这个颜色都超好看，这样超好看的，哎，很超好看，这个欧美感的一个背心，超好看，是不是很辣辣翻天？这个你们简单搭牛仔短裤、牛仔短裙什么之类的都可以，好不好？这个的话编号帮我喊1116，三个一，然后一个六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对，1116哦。身上颜色叫白色，这个颜色帮我喊黑色，再来后面的颜色帮我喊杏色，杏色、黑色、白色，三个颜色在这边。细肩排扣针织的，弹性非常大，欧美感的。这个你们就可以这样子露个勾勾，然后排扣完全是不会爆扣的。你们看这里，我怎么拉它都是不会爆扣的、哦。它弹性很好，它弹性超大的，所以尺寸穿2X绝对是没有问题。它下摆这里就是没有扣子，故意没有给你扣子，就是有做那种小开叉、小开叉的感觉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穿到2X，蓝感针织质量，整件都是有弹性的。然后这个的话数量全部各一，来，它数量就是各一。你如果要包，你要直接打加一，我可以等你个两秒。对对对，我可以等你两秒，因为它数量就各一，除了你没有别的、啊。不好意思，这个颜色叫白色。然后你们打开来，像这样，里面穿个那种平口啊，小可爱就可以了，没有问题。像这样子，而且是非常舒服、非常凉。你们要拿来，里面穿个比基尼，然后去海边、哦，超辣。我跟你讲，比基尼你在选罩衫啊，如果你都是素面的、啊、波西米亚系列啊，你可以选这种个性名品风的，穿起来完全都不一样哦。来，这个爆乳平口，夸张哎。对，墨镜有吗？墨镜没有，等，赶快再去找给人家啦。有啦，我找了。我上来不知道听到几次人家说墨镜了啦。来，这个爆乳平口上衣，你们看看这个肩带。
是可以拆的、哦。重点是它就是你们自己就可以用，我觉得它 CP 值超高的地方是，我等一下跟你们讲它的细节非常多。这个编号帮我喊6399的编号，总共有三个颜色，有分尺寸好吗？身上颜色叫黑色，手上这个颜色帮我喊一个杏色，杏色的颜色。杏色有可以涂头上、哦。对，给我涂到头上。然后来这个、颜色叫灰色，哦、灰色好特别，这叫灰色。OK 哈，然后灰色，灰色没有问题。来，灰色的颜色，实体上有点偏灰绿，灰绿的颜色，这包含灰色。然后这颜色是包含一个杏色，有点肤粉肤性的一个感觉，这叫杏色。然后我身上颜色叫黑色哦，三个颜色好不好？三个颜色在这里。然后还有分尺寸呢，3234-3638，总共四个尺寸，这样 OK 吗？分四个尺寸，3234-3638。然后我跟你们说的是以下胸围去戴，不是以罩杯。你的像我，像我的话，我罩杯是32C， 我是大 B 小 C 这样子，所以这件我就穿32这样子，好吗？然后来这个的话，我跟你们说，它就是做附一个双肩带，它这个的话，你们直接把肩带拆下来，可以做平口，没错，编号来给你们，编号就是 L399 好不好？没错 ，L399。然后来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件它有多厉害的原因，是因为在这边，这个的话，它这里它是里面是做附一个手掌杯，这里是做手掌杯，所以它会非常集中托付你们胸部。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，这里前面有做一个马甲绑带，马甲它厉害的地方就是马甲绑带这里，它绑带绑起来超亮。我来，我先来变个魔术给你看一下，我先把那个我的啾啾把它掰掉，我觉得很好看、欸，很厉害。因为你我因为通常啦，这种暴露内衣啦，它啊都是不会让你做这种面料这么舒服的。对，你看我们今天这一件超好看。对，像这样子哦，我把稍微把它拨旁边一点，我给你们看，就是拨好没有集中的样子，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如果你们是拨好没有集中的样子，一样胸型是有的，已经有勾了耶。对，这样子是已经有，而且胸型是漂亮的。对。但是你们看绑在地方，你们把它拉紧，这边把它拉紧，直接深深的一条勾出来。好强哦！它原本的勾在这一边哦，它现在一挤上去一拉，它的勾直接直冲它的下面。对，我真的直冲，你看那个红勾有够深的。所以这个的话，你们直接绑完之后啊，就是绑个那个什么，绑一个结可以。对，直接绑起来，然后来自就是那种波涛汹涌的一个、欸、那个平头衣，很圆呢、欸。对对对，它胸型超漂亮了，这是小胸救星。对，它真的是小胸救星，而且是上胸无肉的救星哦。完全就是，因为我跟你们说，是因为它这里面杯垫它是做手掌杯，它的杯垫也是很厚实、很扎实的那种杯垫，所以手掌杯的话会更集中托到你们的胸部，所以小胸部、上胸无肉的女生，她更可以把你的胸部往上推挤，没错，等于说是你的胸型，它这样子就是一个漂亮的一个山的一个形状了。然后再来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，就是这边，它这里的哦，我的这个胶条在这边。它后面这边它超级，我会跟你们说它是平口暴乳内衣，就是原因的话就是这边，它这里哦，它很贴心，这边有附胶条，这边它是做那种很软很柔软的那种胶条，因为像我自己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讨厌贴 new bra 的，我里面是完全没有 new bra， 我就是靠内衣而已。这个的话，因为夏天的时候你贴 new bra 有可能就是有人会过敏啊，红红的、啊，然后发痒什么之类的，然后觉得黏黏的感觉很不舒服，那你们直接穿平口，这个会非常优秀的地方在这边。这个的话你们平口直接这样穿着，然后。这边是有做胶条的，这个做胶条，所以它是止滑的，这边是完全可以止滑。然后再来，它还有再附上一个调整带，这边是可以调整松紧度的。然后这里你们就是这边它，你们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有个洞洞，这样子勾进去，勾进去之后，它还有在双重把关，欸、很棒哎、欸！我跟你说，如果你今天一直在找平口的，我跟你说你可以买这件，对，因为呢它这件可以当内衣穿，也可以当平口，而且有一些苹果它还没有固定条给你哦，对，这件是有付给你的，而且它胸前给你做马甲，所以说你就算这个肩带拆掉，你一直动一直震，你的苹果也不会这样子跳出来，完全是不会的。我把就是因为我现在用肩带，帮我把肩带稍微用下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像这样，如果你们有这样用肩带的话，它当然会更爆，当然是会更爆的。那如果说是你们就是，如果说是哎，你们就这样轻松，一样是有勾的，哎，很好看、欸，一样是有勾，但是你们看这样跳。它
一样哦，是不会这样子完全，而且呢，你的线都还在哦。对，我的线都是还在，而且它也没有掉下来的意思哦。然后这个肩带的话，就是你们看你们自己要不要用肩带。用肩带的话是它会更就是托付住你们胸部，胸部是会更托付住的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小胸部的女生，这个你们就是不会说一直滑下去，一直滑下去，这样子会完全不会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再来，它肩带就是可拆的，它是这边是可拆性的，后扣是不是这边有总共有四个排扣，四排扣后扣，这个以下胸围去戴，编号、颜色、尺寸加一这样子哦，帮我做加单，这样好吗？我跟你讲，像是如果说是你夏天的话，你穿那种 new bra， 很多人贴 new bra 真的会觉得说很不舒服。那你可以里面就直接穿平口就好了。对，你可以直接穿这件就可以了，因为像我们夏天都很多那种平口上衣啊，或者是细肩的洋装、啊。对对对，这个你们可以直接穿着。那它肩带是做这种双细肩，这种双细肩的，所以这个你们就算肩带露出来都好看，肩带也是做可调式的哦，也都是可调式的，所以可以依照你们身形自己去做调整。而且呢，它的肩带是双线的哦，对，它肩带是双线，它不是只有单线。如果说是单线的话，就比较没有办法把你的胸部更往上托。它双线的话呢，会整个让你的上胸整个完全的拉提起来，好不好？这才有办法支撑住你们的胸部哦。就是比较大胸部的女生穿这种双线的，才可以就是提住你的胸部的那个重量，好不好？它这件真的很好，是因为它后面给你这个防胶条，对，所以完全就是完全可以把肉包住的、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它的防胶条是那种很细软、很细、很软、很软的那种材质，不是说你们常看到那种透明胶条，是那种超硬的那种材质，这个完全不是哦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的话，你们就是弄到肌肤什么之类的，是完全不会就红红一条线在这边，是不会的、哦，不用担心。38A 就帮我带38就好了，看你要带什么颜色，然后呢，右旗。5387你穿不会太长，因为它是150，对，153公分，所以不会，好不好？对，5387你可以放心带哦，不会太长，好不好？对。